第十九题，用分贝来描述声音，下列对于分贝的叙述何者正确？A. 分贝是音调的单位，错。分贝是响度的单位，声音的大小声单位，音调的单位是赫兹。B. 分贝数值越大，可以让远处同学越快听到。远处同学因为分贝大，容易听到是对的，但越快听到是错的，因为相同的介质传递任何的声音速度是一样的，所以不会因为大声就会快听到。C，演唱会声音超过120分贝对身心无害是错的。上课已经提过了，噪音会对身心产生影响，也提到了120分贝会对身体造成伤害。选项 D，吉他的共鸣箱可以增加听到声音的分贝数值，这是对的。共鸣箱就要让我们的声音变得比较大声一点，弦乐器都需要共鸣箱。对，选项 D 是对的。所以十九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对于分贝的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D，吉他的共鸣箱可以增加听到声音的分贝数值。